Hello，吃早饭啦。这个是河粉、胡辣汤，然后这个肉盒，还有点油饼。这河粉真的好吃啊！你别看它颜色很淡，泡椒味的，很辣，很好吃。这是胡辣汤，肉盒，牛肉盒，满满都是馅。油饼，这样一泡很好吃。这个比较筋道，不太好嚼这个。哇！
Hello，今天吃肘子盖饭，然后这里还有粉条。这肘子肉太瘦了。味道是很好，就是太瘦了，这个肉不好嚼。这肘子肥的是真香啊！还是肥的好吃。肘子皮，